大家好，我是细谷良子。如果你想学习西语或者了解西国文化，请订阅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关于手机的一些常用词汇。首先我们来看手机的屏幕用西语怎么说。板搭呀，板搭呀。如果说这个屏幕它是触摸式的怎么说呢？板搭呀搭地，板搭呀搭地。手机的电池，巴德利亚，巴德利亚。手机里的设置， ajustes， ajustes。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configuración， configuración。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呢，是 ajustes 一般就是显示的一些小的设置，但是 configuración 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设置。 cámara， cámara， 这个很简单，就是手机里面的照相机，对吧？ datos， datos， 数据的意思，它是指手机的移动网络。如果我说 no tengo datos， no tengo datos，我没有数据，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数据指的就是移动网络，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手机哈，我没有移动网络。 memoria， memoria， 存储，对吧？存储。 mensajes， 这个很简单， mensajes， 信息。 modo avión， modo avión， modo 是模式的意思， avión 飞机， modo avión 飞行模式。 modo silencioso， modo silencioso， 静音模式。Volumen， volumen 就是指的是这个手机的一个音量。麻烦你把音量调低一点。Por favor， baja un poco el volumen。Por favor， baja un poco el volumen。Llamada， 通话，对吧 ？Llamada， llamada perdida。Llamada perdida， perdida 是失去的意思。那 llamada perdida 就是未接电话。Tienes seis llamadas perdidas， 你有六个未接电话。 Tienes seis llamadas perdidas。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 tarifa。 tarifa 是指手机的一个资费。 tarifa plana， tarifa plana， 这个 plana 呢，它是平的， OK， 没有起伏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 tarifa plana 它指的就是固定费用，也就是指手机的你每个月的租费，对吧？就是一个基本的费用。 tarjeta prepago， tarjeta prepago， 大家知道这个 tarjeta 它是卡片的意思，对吧？那 prepago 这个词呢，我们看到它有个前缀 pre， pre， 这个 pre 它的意思呢就是提前的， pago 支付，提前支付的就是预付，对吧？ tarjeta prepago 就是预付卡。什么是预付卡呢？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哈，你必须里面要给它存钱你才能够使用，如果你没有给它存钱就不能够使用了。 bloquear， bloquear， 死机呢我们也用堵塞这个词， bloquear。 mi móvil está bloqueado， mi móvil está bloqueado， 我的手机死机了。 cargador， cargador， 充电器。好，我们再来看Código SIM， Código SIM， 这个 SIM 呢就是指手机电话卡，对吧？ Código 密码的意思， Código SIM 电话卡密码。大家知道我们在西班牙第一次使用任何手机电话卡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输入这个什么电话卡密码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做 Código SIM。 Funda， 手机壳。这个 funda 呢也可以使我们就是放眼镜的那个小盒子，对吧？我们也叫做 funda， funda de gafas。 operador， operador， 我们看到它的意思呢是服务商。大家知道在西班牙主要的服务商有什么？ Orange 还有 Vodafone， 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所以呢就是指这些服务商，手机的服务商。 operador 这个词呢它是由动词 operar 操作衍生过来的。¿Cuál es el operador de tu móvil？ 你手机的服务商是哪个呢？好，这就是本期的内容。本期主要我们讲解了手机一些常用的词汇，一些简单的句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是西谷良子，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见。